哎，太太，你好。我们的 idol 林宥嘉，耶！那真的是唱了快4个小时，真的是赚到了，赚到了。对了，林宥嘉的 idol 演唱会台北很小巨蛋场次呢圆满成功，恭喜林宥嘉！耶！来。刚刚你听到你说现在唱快4个小时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我觉得很恐怖，我觉得很夸张，很夸张。但是我觉得对来说就很值得感谢啊，真的好像奇迹一样，3个小时都哇不止，先唱4个小时，连续3天这样子。那所以我觉得可以到这样的程度，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很，真的很值得感谢啊，心里满满的感谢，这样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。小朋友也有来，对，小朋友也都有来。那当然跟太太，就是太太有给我很多打气，然后对啊，很爱的太太，很爱的太太，然后也谢她这样。不过其实我太太比较不会跟我讲这么直白，但是我知道她、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爱我，然后对这个爱太太这件事情，就是有结婚的夫妻一定要这样。那结束后会跟老婆一起怎么样庆功？等一下的话，因为我现在其实有一种我在哪里，我是谁的感觉，飘飘然。对，因为这个就是很累，不是开玩笑的。3天每次回去休息的时候，都觉得哇，就期待明天吧，不要烦恼明天的事情。对，然后就好好的睡觉这样。所以现在真的有一种，我现在不知道现在几点，然后。我只知道现在很多记者朋友，然后我要回答一些问题。啊，你说等一下，我没有想，但是我觉得太太有先带小朋友回家了，然后，对啊，小孩真的对爸妈来讲就像是礼物一样，然后我觉得娶到一个好老婆真的也是很有福气，这个好好享受家庭。Bye.